Lim, sports correspondent of the Straits Times. Today we'll be taking on Shi Jiayi, national footballer and key member of Singapore's ASEAN Football Championship winning squad. I know he'll probably kick my butt, but I used to play football in school, so you never know, I might actually beat him. Let's go take a look. Hey, Jiayi, ni hao. Hi, man. 你在球队里扮演什么角色？我是中场球员，midfielder。那你比较喜欢当什么角色呢？进攻还是防守？我比较喜欢进攻，因为这样我可以放球队得分。哦，那你比较喜欢当前锋哦？啊，对啊，你可以教我怎么进攻也行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但是你必须先学会一些基本技巧。我们就从盘带开始吧。盘带那是什么？ 盘带就是dribbling，如果你盘带技巧好的话，可以轻易的突破对手的防线。真的吗？我们现在就去练习吧。好，我们走。你要先练习里外，里头来的，不要往把球往前面给。就这样，进。用这个脚，用里面这两个外面，慢一点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要掌握的另外一项技巧是颠球，加 这招究叫什么？这是头球，这是另外一项基本技巧，你试试看。哎呀！啊，要把球放在你的头的正上方，你的头，头的正上方，头好痛啊！我看我已经掌握好这些技巧了，你可以教我怎么进球吗？真的吗？ 那好，我们现在练习点球，让你也尝尝进球的滋味。好吧。点球就是防守方在禁区内犯规，给进攻方一次禁区内罚球的机会。哇，原来踢点球是那么容易的。那当然了，因为刚才没有守门员，现在我来当守门员，你再试试看。 我看有了嘉义的足球训练，我终于可以成为另一个贝克汉姆，找我自己的拉面。 Thanks to Jiayi, now I'm kicking off in Mandarin. 讲华语酷，讲华语你肯吗 ？Speak Mandarin, are you game?